各位小朋友好，我是晶晶老师。今天呢，我要帮小朋友来练习数字1234的数字。好，一样哦。晶晶老师说我们要有 test， 晶晶老师要考试哦，要给小朋友考考看，你们上了数学课1234有没有把它记起来呢？好，也要考考小朋友自己会不会数一数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晶晶老师要帮忙小朋友来练习我们的 test。好，小朋友，请问你看到了吗？好，第一个，晶晶老师要请你找一找，好，我们的数字在哪里？好，第一个，请你看到，我有看到几颗苹果。小朋友，这里有几颗苹果？请你数一数。一、二，哦，我们有两颗苹果。二在哪里呢？你找到了吗？找到了，请你把它圈起来。晶晶老师找到了，二在这里。好，接下来，请你看下面这个。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好像是切开来的苹果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来看看有几个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五在哪里呢？请小朋友找找看，五在哪里？你找到了吗？五在这里。请你把它圈起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什么呢？好，这个是凤梨。凤梨。好，我们来数数看有几个凤梨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有四个凤梨。晶晶老师要请你找找看四在哪里。四在哪里？好，晶晶老师找到了，四在这里。你找到了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，哇，这个是芭乐，芭乐。好，有几个芭乐呢？我们来数数看，一、二、三。三个芭乐，三在哪里呢？请你拿蜡笔把它圈起来。晶晶老师找到了三在这里，我把它圈起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，好，我最喜欢吃的葡萄。葡萄有几串葡萄呢？我们来数数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串葡萄。六在哪里呢？请小朋友帮忙找一找。我找到了，六在这里。小朋友，你找到了吗？好，请你把全部的数字记起来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。哇，一二三四五六排队了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排队的数字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所有的数字都排队了。好，可是在下面，哦哦，哇，这里有一个人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六个人，请问谁的 number， 谁的数字不见了呢？我们来看看，一，诶，这是什么呢？二，好，二，所以请你要写二哦，不容易哦，请你慢慢写二。好，再来，三。
四。诶，谁不见了呢？谁不见了？五。好，我们要把五写下来。再来，六。好，全部都出来了，对不对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要请小朋友把不见的数字写出来，好吗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面也是有什么数字不见了呢？请你来看一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嗯，什么不见了呢？五，答对了，五在哪里呢？哎，哪一个人是五呢？小朋友，你找到了吗？好，他是五，所以请你把五带过去，找他在这里，这样会不会呢？好，接下来晶晶老师要请你看下面的。哇哦，我们有认识很多形状，对不对？晶晶老师今天要请你找圆形、三角形。好，那小朋友，你有没有看到上面有一颗苹果呢？好，有没有看到苹果？还有一颗草莓，草莓。好，晶晶老师要请你注意听哦。晶晶老师要请你把圆形，圆形带到苹果的家，请你把圆形带到苹果的家。哪里有圆形呢？圆形在这里，带到苹果的家。甜甜圈，好，它是圆形，带到苹果的家。还有哪里有圆形呢？好，时钟是圆形，带到苹果的家。好，接下来晶晶老师要请你把三角形带到草莓的家。三角形带到草莓的家。好，这里有三角形带到草莓的家。三角形带到草莓的家。这样子你会了吗？好，接下来晶晶老师要请你看，哇哦，这里有球，还有小朋友。我们来数数看有几颗球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有四颗球。有几个小朋友要玩球呢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有四个小朋友要玩球。那小朋友，我们要怎么把球给他们呢？一个一个给。好，晶晶老师要请你拿蜡笔画出来，一个一个给，一个球给一个小朋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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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样子就没有球了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没有球了，每一个小朋友都拿到了球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都一样拿一个球，大家都可以玩球咯。好，接下来晶晶老师要你找找看在哪里，请你看这个图案。好，在哪里呢？好，它在这里。请问哪一个人跟黄色是一样在这里？小朋友找到了吗？是这一个还是这一个呢？好，是这一个
在这里，一样的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好，晶晶老师帮小朋友练习完咯，要请小朋友自己在家里，好，跟着妈妈一起看 video， 好，把数学练习好，你才可以 test 哦，好吗？好，晶晶老师的练习到这里，谢谢小朋友。